今天是7月15号，魔都首相集市的第二天。那我今天跟朋友一起约了是集市，然后集市其实也不算远，就是我过去的话要绕很多的，就转很多的车。那我们等会儿见啦。大型博主打脸现场现在开始。没有。把越来越抓出来了，他突然变好松，我觉得不 OK。 没有，其实抓不住他屁股，你知道吧，他屁股有点尖，然后他卡不住，我觉得不行。没了，头疼。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